成都的晚上还挺漂亮的。Let's go。这民宿的钥匙长这样子的，还蛮特别的，里面长这个样子，还挺大的。我觉得它这个外面还挺好的，走出来外面就是山山山山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甜水面的东西，我们打算去吃吃看。从路上买了一颗非常丑的，非常丑的，这是什么？丑柑。嗯，先尝一尝。尝下来挺好吃。好吃。嗯，你尝尝。这个就是甜水面，上面是红糖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蒜泥，蒜泥和红糖应该是。上面是红糖。不是红糖，不甜。不是红糖。嗯。对啊，这个是婆婆面，然后这里面是腊肠和腊肉，这面看起来有点像刀削的。我们现在打算先去太古城逛逛。LV 的，装修还挺特别的，它这个设计还蛮古风的。我们现在打算去吃小龙坎，然后已经到了，但是要排。小龙坎，我请 A 四八三位的宽带，不带带吗？不出意外，我们又来按摩了。这边还有小鸭子，还挺可爱的。早上好呀，今天我们要先去吃一个早饭，然后去一家马尔济斯咖啡厅，然后可能去逛一下锦里，然后晚上再去吃一顿方一点的。走吧走吧，好快乐。我们打算早上先去吃个桃园眷村。我刚是不是说了我们去吃桃园眷村？说了，刚刚说了啊！天哪，我的记忆这么不清晰吗？三秒记忆，你是鱼？鱼是七秒吧？哦，一样，好吧 ，You better than 鱼。啊，不对 ，You're worse than 鱼。没有吧？好傻呀！我想傻吗？你是傻瓜本傻吧？阿爸阿爸阿爸。行，有三天一次吗？这早餐吃的我幸福值拉满了，太好吃了。Et tous les joyeux
真的。营业下来了，营业了，小伙子啊，小姑娘。Surrender to the darkness. 我们现在来逛宽窄巷子了，天哪，这个光搞得我眼睛有点睁不开。长高，变美高富，还没什么需要干，画个小爱心吧。Yeah. 好了。这个杨枝甘露是我这，那这勺子我给你拿来的。哇，金色传说！哇，金色传说！哪个味精？香梅。香梅。香梅。鲜梅。马什么梅啊？行，大爷，你先凉快吧啊！好嘞。这衬真的太 OG 了，它看上去真的很像假的。哎，还挺好吃，你好吃，干干的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哎，挺好吃的，味道有点像梅子，就是那种鲜梅，青梅。嗯，我们现在换到新酒店了，终于还开了挺久的。嗯，周五的成都还是挺堵的。现在是差不多晚上，7点多的样子，然后我们订了 The River House， 打算去吃，但是。本来定的7点，现在8点都不一定赶得到，因为成都真的太堵了。天哪，这电瓶车都比我们快。外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闽山饭店了，然后要上楼。啊，这个真的好可爱。啊，这就是主厨什么什么那个什么。这个是和牛牛舌，然后下面是土豆泥。这边是金枪鱼，可以用小勺子拌一下再吃。然后这个是30年干鱼腌制过的鲍鱼，是我们丽塔国门厅的。然后锅边非常漂亮的一个好东西。来，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们。嗯，这个是巧克力慕斯。嗯，巧克力慕斯。嗯，然后这一份的话是。餐厅还送了我们一个面包。今天晚上刚吃完饭，然后我逛了一会儿之后，我打算去 Flex Room 找我的朋友们玩。这应该是来成都唯一一次安排的蹦迪活动了。一会儿有人来打扫了。5分钟，10分钟，10分钟还不够我入睡呢，20分钟。 20 minutes later， 现在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。哦，这好大一罐。你想尝尝牛油果的？牛油果算了吧，等会可以尝一下。有点酸酸的。